梁晓声在《人世间》中说，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，端什么碗，吃什么饭，经历什么事，什么时候和谁结婚，都是定数。别太难为自己，顺其自然就好。人生的剧本，你早在天堂就看过了。你之所以选择这个剧本，是因为这一生中有你认为值得的地方。